好的，那个 Outlast 逃生进入到最终阶段了。还上一期的话，我们是说到这个来到了地下的地下。哎，为什么要说地下地下呢？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下到第几层去了，感觉好像是进入了那个地下十八层地狱。彩虹画面怎么那么长时间啊？好，哦哦哦哦哦，赶紧坐电梯下去。哎，为什么要重新再来一遍？本来那个一定要到保存点退出，如果是保存点之前退出的话，它还是会再返回。这游戏的话，那个一开始是在超级复古的这个场景里面，现在的话越来越这个现代化高科技了。突然觉得这边的话都不用什么摄影机了，是吧？哎，卡了一下。哎，不用夜视镜了，摄影机还得用。哦，这边的话就是一开始那个，那个，我们在监控室看到的，全部都是特警的尸体吧？哎，果然是这个特警尸体。基本上下半身还有，上半身已经烂了。哎呦，不行！感觉这边的话就没有之前那么恐怖了，因为很亮啊。然后，哎呦！这边好像是屠宰场啊，有东西可以捡吗？让我看，这应该是大脑，这个就是肠子，那个应该是什么肝了、肺了之类的啊。大家可以去那个菜场看一下那个卖肉的那个摊位，就可以科普一下这个生物知识。这边还有啊，哎呦，我看到了笔记本。先看一下前面的笔记，我认出了自己，马丁神父在这儿杀了一个人，他所说的谎言就是这箱子里面丢失的文件吗？真相还是记录，这看起来像是政府机构的材料，最起码有30年了，可能还要更久。我开始联想到中情局的什么什么计划、精神控制实验，这想法挥之不去。没看懂。哎呦，我就看懂，真的，老子不干了。哇塞，为什么没有那个电池啊？哦，这边太凶残了。嘿，这是外面的世界。啊，看来我们这个通关有望啊，很快了。是这边吗？好像不是。音乐不对了。感觉这音乐不对啊。什么东西啊？啊 ，shit！ 哎呀
转晕了好不好？快快快快，别卡住呀！就是那个活电鬼的东西，我感觉它就在我身后。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哎呀，那你……哎，不不不不不不，等等等，等一下，我没准备好别……哎哎。哎，我去，这都可以哦！我以为这货，这看不见这货，它是那个，是那个怪物，原来是地人啊！看轮廓，怎么感觉有点像那谁，不负半藏，忍者？难道是我想太多了吗？不对。应该是这个，对，这就是你死去的方式，由内而外被撕成碎片，看着你的骨髓喷溅在墙上，你逃出了一层地狱。Chris Walker， 上级救我吧，我可不希望你还能再往哪儿逃。嘛意思？看不懂。我们可以近距离那个看一下。太凶残了。对，这边我们来过啊。哎，这扇门开了，进去瞧瞧。看看这货。No, no such luck. I am older than sin, but somehow the only one left because of Billy.Billy. He takes care of me. He may think I'm Billy. He certainly loves me. Billy 是谁？不知道。Do you know what this symbol? 这个符号。这个符号，鬼知道是什么意思？ Microscopic machines. 反正一般这种组织啊，宗教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标志。亲，你是你是那个霍金吗你？为什么我看他这下手也想到霍金？他脖子可以再歪一点。看一下他这个画，哎，他这幅画是不是那个？古希腊神话故事里面那谁，普罗米修斯被这个被天神宙斯给那个定在那个什么悬崖上，然后每天有一只乌鸦还不是鹰过来吃他身上的这个器官。找到比利。主实验室找到 Billy。 哦，等一下等一下，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是往这边走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要往这边。哎，这个门开了，那么应该往这里走。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都没有。哟，这边好凶残啊！往这边。什么都没有，那是应该往这边了吧？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那个看不见的黑漆麻布的东西又来了，就从我的边上。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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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停啊，你都走啊。哎，好险好险，看到了吗？刚刚就从我那边上过去了，看到了吧？还好我反应比较的这个及时啊，就从我的边上过去。哎，现在还有点心有余悸呢。不对，上帝与怪物，记住你们是科学家，拜托我是冒险家，好吧？这边过不去。应该是这里。哎，有电池。哎呦，关闭阀门。Hello， 你好啊。这应该就是那个 Billy 吧。Hello， 你好啊。嗨，来咬我啊。啊，这应该是正常的。好，我们从这边出去。去关那个阀门。啊，看来路是走对了。啊，应该是这边，阀门很好。然后应该再回去吗？切断电源。啊，又来了。我看这苗头就不对，速度快又来了。快！哎，这门我不去管它了，不关了，不关了，没时间了。遇到这货啊，咱们就是不能停，不停不停啊！这边有亮灯，往这边，速度啊，不要停下来。遇到这货，我们就是要不停的往前走，千万不能停下来，跑啊跑啊跑啊跑！别喘了，哥，赶紧跑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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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感觉他就在我身后，不能停！我去，怎么还没有到顶啊？这是要爬几层啊？直接给我个电梯不就行了吗？别卡呀，走呀！哦，还没完！哎呦哎呦，我去掉下来，摔死了！我觉得这个设计太坑爹了，真的太坑爹了，都不给一个过渡，就让人家跳过来。可能一次性中吧，真是。你看，还在我后面，你妹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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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在我后头。看来这货他如果不离开的话，这背景音乐就不会停。然后这货一出现了，这背景音乐就特诡异。啊，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因为事实上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他的，看不懂啊这东西。我只想快点把电源给切断。请你直接徒手就能把电源切断，您是避雷针吗？防电呢？好，我们要回去到 Billy 那边。
去比利那边，我再跳。哎呦我去！哎哎，嗯，这个是剧情，这是剧情。我就觉得我明明已经跳过去了嘛，几个意思啊？这是，我感觉这货好像钻到我的体内了，没吗？哎，不管。哦，他又追过来，他又追过来了。听着背景音乐就不对啊！哎呀，这个，应该是这个。好嘞。啊，这里应该都是。哎，剧情又是剧情。貌似现在完全不是我控制这个主角了。哎呀，我的小心脏！哦，我现在就感觉这个幽灵它直接钻我体内了，顺着痛。好像他钻到我体内了，啊，浑身好酸痛的感觉。这就是第一视角的这个恐怖游戏跟第三视角的这个区别，是不是更有代入感啊？出去。哦，我现在跑也跑不来，只能用走的。坚持住啊，别倒下，咱都玩到这一关了，你给我倒下， game over。 现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出去。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别倒下，清醒一点。不过这游戏啊，以后应该就不会再碰了，真的应该不会再碰。大晚上厕所都不敢上了，再玩的话。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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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曙光了。哎，倒是给我给点力呀，不要再倒下啦。明明的曙光在召唤你，给我快一点呀，哥们儿！哎，哪里？自己人！哎，不，靠！几个意思啊？啊！我这么辛辛苦苦顶着高压，到达最后的终点，就这么 game over 了，白搞吗？意思就是，好吧，活活的被坑了。没了吗？哈，果然是没了。好的，那么这个逃生也全部都完结了。哎，下一个游戏开什么坑呢？还没想好。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主页。拜拜。